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来玩 Roblox 的被超速强击碎，强来啦！哇，这张地图我之前玩过一次，但是这张地图的作者他做了更新，所以我今天就回来玩玩看，看他更新了些什么东西啊。现在上面这个有一个活动要我们参加，来参加看看吧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下面有墙。三二一，我知道，要跑酷，要跑酷，强身上来啦，往上跑，往上跑，哇，这有点难欸，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呦，哎呀，完了，要被杀掉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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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之前没有这个活动的，这个活动还蛮好玩的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参加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来玩这个吧，最主要的。来来，先等墙回去。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那这个游戏的目标非常简单，就是在这个长廊的后面有一个终点，我们要想办法避开这面墙，然后抵达终点。旁边这边呢有一些安全的区域可以躲，来来，趁墙冲过来的时候可以躲一下。啊，要冲了，要冲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好，来吧，到下一个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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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躲！哦，哦，冲过来了，冲过来了！哇，墙也太可怕了吧！快点回去啊！啊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！啊，快冲吧，快冲吧！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冲往下一个安全区域。我想看一下这次更新的终点有什么不一样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到了！哇，刚好刚好这墙要冲过来。又来喽！哎呦，好，这一次又逃过一劫，接下来就是等墙回去吧。好，墙回去了，墙回去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再往前冲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只剩下两个安全区域，接下来就可以到终点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哦。不要冲，不要冲！好，到这，然后他看起来没有要冲哎，来吧来吧，直接前往下一个安全区。这个有点堵哦，堵他会不会冲过来？快到，快到，快到了！不要冲，不要冲，不要冲，不要冲！哇，要冲，要冲，要冲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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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哇！哇！好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。那好像没到达这个安全区域，就可以获得一些点数。那这个点数可以拿来买东西。看一下，好像有200多点啊。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？这香蕉皮是什么？是不是可以害人啊？哎，哦，我之前买的道具还在欸，有加速的。哎，都装上去吧。有这个三倍加速。哎，我想先看一下这香蕉皮是什么啊？是不是可以害人啊？这香蕉皮，哎呦，有人滑倒了，然后他的飞行器爆开了。好啦，接下来的话，前往终点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别喝下这个药水，就三倍的速度往前冲吧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抵押终点了。终点好像没什么变欸，一样有一些奖励可以拿，好，都拿吧，都拿吧。然后这些奖励之前好像也有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没有，之前没有。喝这个会怎样？啊，喝这个会变成一面墙啊！这也太搞笑了吧！啊，这个呢？这个又是什么？哦，长翅膀了，可以飞，可以飞，可以飞。
那旁边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这边多了一个奇怪的区域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这边有三扇门，我来看一下这三扇门有什么东西吧。中间这个是不可能过关的墙，我来挑战看看。好，进来了，我来看看，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啊？咦，墙啊墙啊，下面可以躲吗？哦，下面可以躲。他没有冲到这啊，可是我就被卡住了。啊，有有，还好我有鞋子。来来，再往前走吧。然后再喝这个药水。哇、哦，怎么不可能？根本就是骗人的吧？这应该可以过。下面可以躲吗？没有地方可以躲哎、欸。可是墙还没要冲，墙还没要冲。来来。啊、来了来了来了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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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下来！哎呦！好，来看看我能不能挑战成功吧。来，冲回去了。好，来吧来吧，再往前走再往前走。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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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前。这下面没有地方可以躲哎、欸！如果他冲过来，我就死定了。边呢？完了！啊！好，再挑战一次吧，来吧。刚才后面那边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躲，再去一次看看吧。来来来，不相信过不了。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对，后面这边好像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躲，再往前看看吧。这里呢？哟，没有可以躲的！哇！啊，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道具可以让我过这一关啊？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哦，这边有一个超级加速哎，速度比墙还快，要10000点，来买这个吧，来吧，来，为了过关，直接花1000啊！10000点，然后购买这瓶药水，来吧，超级药水，要来喝喽！但是速度真的很快吗？哇哦，超快超快！哎、欸，太快了！好，再来一次吧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从中间这边再用这瓶药水，来。桥过了 ，OK， 他过了，快喝，快喝，快喝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控制好，控制好，控制好，这边往前跳，哦，有了，过关了，闯过那一面不可能的墙了，哇，终于，好啦，接下来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吧。来，回到原本这边哦。这个按钮是什么啊？是那个活动啊。哦，花10R可以开始这个活动。好，来啊，要开始喽 ！Go， 冲哦！这次我一定要过。有这双鞋子，我不相信还过不了。往这边跳，再来。再来哦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好，这里往上爬。好，到第二阶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墙要来啦！再跳，再跳，接下来往这边，再往上啊！完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哟 ，OK， 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哇，这里也太难了吧！真的有人可以过吗？往这，好多球，这要怎么过啊？往这跳吧！哦呦呦，过来过来了，还是到紫色了！哇，墙还在追，墙还在追！接下来这边呢？这边要怎么过？往这走吗？哦，不知不觉上来了哎、欸！哦。这边吧，这边有楼梯。
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完了！哇，快快，让我上去！这好难哦，这边吧，终点好像就在前面了。哇，还没到，还有一个颜色。哦，这个好戏。OK， 过来了。啊，这边呢？哇，要推这个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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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快点啊！快推！哦哟，推推推推了。哦，上来了，还没结束。再来吧。哇！完了，下来往这。哟，你猜这个太细啦，我不能再掉下去了，我再掉下去会死。OK， 过来了。哦，往这走吧。哇哦，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好难！哎呦。好险碰到这个不是瞬秒杀的，还慢慢扣血，可是我血快没了。要往这吧，真的有人到得了终点吗？啊，不管啦，直接冲啊！快呀，到了吗？还没，这什么啊？被转的枪啊！终点就在前面，哇！到了！哇，活动关卡也被我破解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也玩的差不多了，最主要的更新就是这个活动吧，还蛮好玩的。那实况就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